是在云雾中，所以说我们这个去学路湖看的没有像肉眼看的那么清楚跟漂亮，但是没关系，这个以后有机会再来。这里就是爬到最高的展望台，这里气温好冷哦，风大又冷，这草皮就像擎天钢一样。米黄卡，札幌的幌，美丽的美。真的很漂亮，云雾山区就是一片湛蓝的。希望我们下两个湖，魔洲湖、阿寒湖，都可以看到漂亮的景色。然后前面那边就是我们的休息站，你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吧。